欢迎收看《台湾好演技》，六组特别来宾，六位专业级的演员，六个超越时代的经典剧本，《台湾好演技》。台湾剧场史上第一个虚构的演技类型选秀节目，用最无厘头的方式引领您进入经典剧本的美妙世界。本节目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赞助播出。现在让我们隆重欢迎台湾好演技总导师。大家好，我是台湾好演技的总导师耿道。接下来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比赛规则。很简单，两个团队针对同一个经典文本做诠释，评审喜欢的就赢，评审讨厌的输。请老师揭晓今天比赛的文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当代剧作家陈建成的剧本《姐》。哇哦，究竟什么样来宾要来挑战如此经典呢？谢谢，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管庆。太简单了。期待看看你们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哦，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标点符号，所以可以蛮自由的去发挥这样。我就是在家大概念了三次，觉得是一个很可敬的对手。是为什么很有分量吗？会讲话。哇哦，让我们赶快来看看下一位出场的选手。大家好，我是张天。没有得失心，就是平常心这样子。我觉得很特别啊，好像就是可以讲出很多人的内在的一种反应，就是维持我现在这种很内观的状态就可以。好了，我忍不住了。接下来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比赛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台湾好演技由我总导师耿义维邀请到全世界最重要最专业的评审团，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去。只要接触过戏剧，你就一定会听过的名字，在戏剧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斯坦尼与斯拉夫蒂。Showtime！ 我听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三次受欢迎的机会，而我的话呢，就是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跟六年级吧。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写的作文得奖了，妈妈画的画也得奖了，然后在妈妈的强制之下，我的成绩爆好啊。所以当时候如果是小学生，然后你们不看脸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大红人啦。不过这一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就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一切都是我不好。好啦，我知道啦。所谓的不幸，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朋友永远把我当作他第一百名朋友。好，我知道人生的机会平等，所以是我错失了我的机会，还是我机会还没，还是机会还没出现，或者是机会出现过我却不知道，但不可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现实一个人，网路一个人，牙齿好痛哦，头好痛，我肚子好痛，腰也好痛。手也好痛，我的膝盖也好痛，我一个人好痛。痛，年纪也差不多了，能去的地方只会减少，因为我的脸到哪里都需要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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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个地方都要看脸啊，脸，脸，脸。连连，如果有一个他在就好了。如果另外一个他，有一个他在，我就可以不用辞职我的工作了。另一个他，就是全部有一个他在，就不用辞掉工作，
就可以好好过人生，没有外在也没有内在的人，还能被允许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吗？哇哦，如此有张力的表演，究竟会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呢？ Judgment time。 我觉得你的表演我们无法直视，因为演得太好了，太闪亮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戴墨镜吗？因为你太 shining 了，你太 bright 了。你刚刚让我们觉得那个痛的感觉，我觉得很深刻。嗯，有没有？你刚刚真的，我们让人觉得很痛，因为我们越看，我们越觉得眼睛也很痛。真的有让人家感觉到痛的感觉，我觉得很棒。你知道这个独白原本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这独白是在讲一个杀人犯，他要出门之前所写下来的一些话。我想不到一个钟离戏剧圈这么久的人，可以拿着台词把词讲得这么好。紧接着，来让我们看看下一位。这个，我不知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刚刚的表演里面，我看到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对一个表演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节奏感。你刚刚讲那个痛，哪里好痛，头发好痛，哪里很痛的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一首歌一样。而且这只是前面哦，后面真的歌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整个都流泪了，我都湿了，你看。That's right. 哦，真的是太……我的妈呀！天哪！你真的是可以演得再烂一点，再烂一点没关系。因为这样子不烂的话，这样剧场的演员要怎么混饭吃，对不对？对呀、啊。好好说话。这样大家怎么跟得上你的节奏呢？是不是？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天哪！还有什么赞美吗？我们已经昧着良心说了呗。啊、哦，没有没有，当然。天哪，两位参赛者竟然都没有得到负面的评语，最后究竟奖落谁家呢？待会我们俩手上都有这个爱心贴纸，我们会将这个爱心贴纸贴在我们最喜爱的演员身上。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哇哦，究竟哪一位参赛者身上会获得最多评审所给予的红心呢？答案马上就要揭晓喽！没有，真的没有吗？没有啊，等一下，真的没有。等一下啊，怎么了吗？这什么意思？什么？有人在我背后跟我告白吗？啊？如果要说到最爱的演员是谁的话，我想对我来说就是 Slavsky 老师了。来，我们才是参赛者吧？不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哇哦！想不到本季的最后一集竟然会在评审的自肥以及参赛者的愤怒中画下句点。那么，台湾好演技，我们下季再会。